曲江随想写于1984年，又名长安轶事，采用陕西地方音乐素材，慢板细腻而委婉，小快板清新流畅，广板热情饱满，激情高昂，曾荣获陕西省第二届民族器乐新作品政府一等奖。作曲金伟，配器杨春林，演奏特邀青年二胡演奏家、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青年教师、 CCTV 拉弦组金奖、金钟奖获得者王笑，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